隐藏在 Maple Halloween， 就 Halloween 是万圣节吧，然后 Maple 应该是枫叶之类的，枫叶树吗？还是枫叶万圣节？不知道。哇，密密麻麻的，天啊！100只就是了。啊，这猫咪好小，东西也好小，南瓜。哦，所以跟万圣节有关系。南瓜跟枫叶是吗？这猫咪太小了，小到看不见。所以南瓜也要按的。那扫把呢？哇，这不能再放大了，这么小的吗？地上有南瓜，也有枫叶。它已经小到像老鼠了，不像是只猫了。我的天啊，这真的是有够小的。哎，还有猫头鹰，需要拿个放大镜了呀，增加近视度数。好，它的图没有很大，图还算不会到很大。如果这么小，图又大的话，吓死人了。Thank you.
这边还有钟，这个钟吧。这个太小了吧，真的是有够小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好可爱，还有蘑菇呢。这是万圣节的音乐吗？有一种万圣节的感觉呢。这个最好是。哎，下雨了，就看得到那个框框，觉得那个是猫，就把它点下去了。结果还真的都是猫。我的音乐该不会就这样一直重复了吧？等等，这就是一个换成蘑菇唱歌音乐的功能。蘑菇唱歌，应该是蘑菇吧？躲在这个南瓜的中间，我刚刚点南瓜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到。那这个猫头鹰，哦，也只是音效而已，跟那个下雨的声音一样，下雨也只是音效，增加它的音乐的气氛。12只，哦，
Oh, that's all.还有十只，还有十只。哦，哎，不是，哦，对，真的有。两种围巾的猫咪，南瓜，找到了所有的南瓜，不是猫的成就，已经找到了所有的南瓜，开始下枫叶了。拿到所有南瓜的定住吗？定住的枫叶，还有八只。哦，这里长条的，还有七只，怎么会看不到呢？这个吗？哦，呀，终于有提示了。哎，就在这，提示就在我眼前。哦，在这，那边真的看不出来。下一个。依然是看不出来啊。下一个，在这个橱窗，哦，在这，会夹在这个男人的两脚中间呢。在这，还有三个，它跟万圣节有关。怎么没有飘飘之类的东西？这边还有一只，剩下一只，还有一个成就是鬼魂，最后一只猫咪在这边附近，啊，在这。一大堆的枫叶。抓到鬼了吧？还没有。都是猫咪，我还出现，幽灵，哦，这样就找到了。这样就完成了全成就，
原来它是在这边出现的，突然看到多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就是那个鬼魂了。OK， 那这游戏也结束了。